啊。
者低头一阵前安静。我们回到我们的生命世界里面，我们去检视下我们的生命的状况，去执行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提出一个空间去善待神说话，去善待神的人中。神，我们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机会来到这个圣殿里面去敬拜你。神啊，有你同在就是圣殿，有你同在就是天堂。主，我们这段时间能够好好地享受你的怀中那种宁静安稳。多谢你听到你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字。其实以利亚这个人呢，他在圣经里面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譬如无论是马可福音啦、保罗啦、雅各啦、路加福音啦，都对以利亚有很高的评价。甚至你在路加福音的时候，耶稣得身见象，其中一个人就是以利亚。咁而喺以色列人的传统里面，佢哋会逢过逾越节嘅晚餐咧，都会特登留一个空位嘅。咁佢话咧系俾以利亚坐嘅，佢哋希望咧以利亚能够来临去推展天国嘅降临咁样。但是起工就是那一套圣经里面，你发觉这个以利亚就完全相反。他甚至他有一个地步就是灰心丧志、自暴自弃，甚至求死。如果当一个人他经历过失望、灰心，相信我们很容易会有以利亚这种的表现。当你遇到失意的时候，我们喜欢灵魂独处，我们喜欢收埋自己在自己的山窿里面，我们觉得生命再没有意义，我们觉得生命没有方向，我们觉得人生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当我们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令我们这样的情绪反应是很正常的。作为一个平凡人的你和我，我们都会这样，甚至神的仆人或者大先知都不例外。但是你发觉有趣的是，以利亚他的灰心丧志、彻底的崩溃，却竟然是发生在他刚刚落了一场全面胜利之后来到出现的。这件事是很值得我们的思想。当时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呢？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分开南国和北国，北国就是以色列，南国就是犹大。咁當時北國嘅皇帝咧就叫做亞哈，我哋後面睇過啦。咁佢亦都唔係一個好嘅君主，最慘嘅佢老婆都唔係善男信女，係一個非常之腐敗嘅女人。呢兩個人咧就讓全國嘅人民咧都敬拜當時一個嘅所謂嘅偶像叫做巴力，亦都殺害咗好多相信耶和華神嘅先知同埋人民。耶和華神就喺呢個時候就呼召以利亞，叫他去唤醒以色列人，不要再信巴力这个假神，要信我们的真神耶和华。如果你看前面的第十七章，你发觉以利亚的出现是非常之高之下的。他这样说，他说我指着了侍奉领身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如果不祈祷呢，就一定会落雨。哇，好撒把嘛，好把效，但我不祈祷三年都不落雨。結果真的三年都不落雨。以色列人或者當時的人因為拜巴力，就因為巴力是一個管雨水的神。現在這個先知出現竟然說我不祈禱就不落雨，那分明就是巴力會挑戰。來到第十八章的時候，神呢耶和華就叫以利亞叫亞哈，於是呢就發生了這個加密山上的先知大戰。昔日我哋睇金庸嘅小説有華山論劍，今日喺舊約裏邊咧，你聖經裏邊有真假先知大比拼。喺呢個加密山上面，四百五十個假嘅先知、拜假神嘅人，就大戰一個相信耶和華神嘅先知。一個乜嘢嘅挑戰咧？就係話嗱，我哋呢啲細路出嚟，睇下你呢個嘅神，呢個假神巴力會唔會消除呢啲細路啊？咁結果咧，我四百五十個先知嘅祈極好，嗰啲嘅祭物都唔燒啦。咁但係咧，當
以利亞祈禱嘅時候，佢哋咁講：關耶和華、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嘅神，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係以色列嘅神，我是你嘅仆人，我照着你嘅話做這一切嘅事。求你憐憫我，耶和華啊，憐憫我，使你百姓知道你耶和華係神，是你要他們回心轉意的。咁祈禱之後咧，果然天國大火就燒盡咗呢啲嘅祭物。咁呢件事發生之後咧，當時嗰啲嘅人咧就個個都話：大家啊，耶和華真神啊，耶和華真神啊！而且咧，仲將嗰啲嘅假先知全部殺曬啲，而且有三年嘅旱災咧，去到今日嗰條田之上。咁就真係應驗咗以利亞嘅祈禱啦，係咪啊？耶和華，人哋就知道你係神啦，並且知道我以利亞係上帝嘅仆人。呢個時候，以利亞就異種盲開啦，就翻返自己耶斯列嗰度。但係點知咧？當時以利亞係一個強者、勝利者嘅姿態翻返去耶斯列。但係點知當佢翻去耶斯列嘅時候咧，傳嚟嘅係耶洗別呢一個嘅皇后就要追殺，話要攞佢。當以利亞聽到呢句説話之後咧，竟然害怕就起嚟逃命。點解佢會咁驚咧？唔通佢真係怕死？喺加百三歲嗰個勇敢嘅先知去咗邊啊？如果更加荒謬嘅，你會發現，如果以利亞真係怕因為俾耶洗別追殺而去逃亡，點解佢去到羅頭樹下邊，佢去求死咧？有冇諗過呢個問題？你想死咪擺喺度咯，反正耶洗別都嚟殺你，你使乜逃亡去死咧？嗱，呢個我哋第一個要問嘅問題，而第二個我要問問題乜嘢咧？啱啱以利亞嗰種嘅威嚴，嗰種嘅威猛，嗰種嘅榮耀，嗰種嘅勝利者，點解突然間咧咁軟弱咧？點解咧？就不妨我哋去睇下呢個時候呢位先知，其實佢嘅內心世界係點樣嘅？首先我哋想問個問題：點解以利亞突然間變得咁軟弱咧？當然我唔係話神嘅仆人就唔可以軟弱，我哋都係人，我哋會軟弱。但問題係嚟得太快啦，快到我哋甚至接受唔到啊！對以利亞而言，喺佢嘅頭先裏面，佢只係講句説話，佢話耶和華啊，現在夠啦，罷了，求你取我個聖靈啊！因為我不比我的祖先好。咁樣睇嚟咧，以利亞認為佢嘅表現咧係比唔上佢嘅祖先，比唔上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咁樣佢邊一方面比唔上佢哋咧？既然你話我比唔上佢，你邊一方面比唔上佢咧？係咪因為佢怕死？係咪因為佢對神冇信心咧？啊，咁你都當然係。點解喺嗰個形勢險峻嘅加密山上面，佢唔怕死，反而嚟到呢個較為安全嘅情況之下，佢怕死咧？況且佢啱啱先贏咗場漂漂亮亮嘅仗，佢應該對神好有信心先啱㗎。點解一句威嚇嘅説話就將佢打垮咧？有啲人話佢不嬲啊，我聽講。我呢個人僵勾，真係好多嘢唔理性噶啦。可能係，但亦都會唔會因為以利亞佢唔能夠接受佢眼前嘅現實咧？佢唔能夠接受眼前嘅現實。一方面佢即係成聖嘅異種盲開翻返自己嘅城市裏面，佢期望見到可能就係、是、哇，耶洗別仲嚟到我面前下拜下拜。你都好似而家咁樣講話，耶和華係神，耶和華係神，你係神嘅仆人，會唔會佢渴望得到嘅係另一次更加大嘅榮耀同埋成果咧？但結果你發覺事已遠違，於是佢就唔能夠接受眼前呢一切。正如佢後嚟對神咁樣講：，我係耶和華，萬軍嘅耶和華，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人背棄咗你嘅約，毀壞咗你嘅壇，用刀殺你嘅先知，只剩下翻我一個人就，佢哋仲要嚟追殺我。咁呢個就指耶洗別，剩翻我一個就，佢哋仲要嚟追殺我。咦？
你應該賜俾我更多的大能，更多祝福，更多的能力，去證明你是神，去證明我是你的仆人啊！但是以利亞，你呢刻佢接受唔到，佢接受唔到神，點解你竟然容許耶洗別作出一句威嚇嘅説話，而呢個等等有嘅先知都要去追殺？跟住以利亞，佢點解要喺佢嘅同佢有同學，於是佢就求死？點解以利亞要逃亡咧？點解佢要逃亡咧？因為佢哋也唔能夠接受佢，應該講點解佢哋要求死咧？點解佢哋要求死？會唔會因為佢唔能夠接受自己逃亡呢個嘅舉動？嗱，佢從耶斯列向南走，走咗一個路程，跟住佢係走咗四十日。喺呢四十一日裏邊，我唔相信以利亞完全冇諗過嘢。佢心靈裏面或者腦裏面一定有好多嘢同埋好多嘅疑問。我既然係一個偉大嘅先知，我既然你今日身上面光光烈烈嘅贏咗一場咁漂亮嘅仗，但係我都竟然逃亡喎，咁嘅懦弱嘅行為我都做得出，我仲配做你嘅先知？於是佢哋話：算啦，夠啦，拜了。不玩了，意思是他再不能够面对自己的软弱，特别是当他相对和他的列祖的事迹和他相比的时候，他觉得对自己彻底的失望。一个这么伟大的先知竟然会逃亡，竟然输给一个女人一个泼妇的一句说话，难怪他的中文说好老婆怕烂佬，烂佬怕泼妇。接受不到神，他都接受不到自己，他的神失望，都对自己绝望。他不一定真的想死的，不过呢，他是决定放弃先知这个职责，一种逃避的心态是显然可见。你以为可能我们的光景会不会好像现在这样？虽然我们未必一定有加白山上那些光光烈烈的遭遇的经历，但是很多时候当你说你有试过的时候，在我们期望得着神，期望神得着荣耀的同时，我们都期望自己的侍奉被人认同，被人肯定。但我们不是说完全为了自己，不过我们觉得神你当然有你得到的荣耀，不过我都可以得到少少的认同啩，得到少少的被人肯定啩。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会有这种心态而不自知。我相信神拣选我们在天会在不同的岗位里面去服侍他，但很多时候我又却是期望神是要按着我的计划来行事，很显明我是神的仆人。我们的期望，我们都会期望神他可以显他的大能，但是神在大能里面，我们就很希望在神的印记之下，我们这些小人物可以通少少的光彩。但是当我们发现原来神一定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行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好像以利亚那种的心情。我们会以为全世界的人都会因着他在加密山上面那个的神迹而全体悔改，甚至那个热心拜巴力的耶洗别都要向他下拜，向耶路撒冷下拜。这些的成功没有如他所意的所想的出现，相反他甚至被耶洗别去追杀。于是我们就会迁怒于我们的神，我们心灵里面就会灰心惧怕失望，很多很多这些负面的情绪。你有试过这些？你有试过当你觉得自己的侍奉啊都挺好啊，都不错啊，顶着我应该被感动的，会悔改的，会听话的，顶着又没有。于是我们就会很灰心，很失望。另一方面，其实我们又忘记了，其实我们不是一个完全人的，
我哋唔喺度同住。耶利米咁样讲，佢嗰位耶和华万军嘅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咗你嘅约。耶利米佢自信自己系一个唯一冇咁强权屈服，唯一一个大发热心嘅先知。佢认为自己系嗰个唯一一个冇变节嘅一个先知。他忘記了當他上丹麥山之前，這個皇帝一個的神國向他說，其實我收納了100個先知。耶利亞為什麼他看不見這100個先知呢？以致他說這句話是回那一個呢？他一種對其他人的失望，令到他有一種的驕傲，講得熟悉一種熟人的驕傲在他裡面。既然是回那一個人，咁樣神要將你嘅能力，我就係獨家代理人啦，同埋我就獨家代理人啦。後嚟神又再向佢演示，話俾佢聽，其實仲有7000個人咧係冇拜假神嘅，冇拜巴力嘅。其實以利亞你只不過係7000分之1，唔係係7101分之1。點解要將自己變得咁重要咧？你忘記咗，其實你只不過係神一個嘅仆人。这个身份，我相信呢啲阿童王一片日子里边，佢睇到自己嘅软弱嘅时候，佢就冇办法面对自己呢种软弱，于是佢就躺下求死。有知道我哋唔系一个完全人，我哋都唔系一个完全嘅基督徒，好似你咁样。其实我哋好多时候都会喺强者与弱者呢啲嘅冲突里边，系咪？哇！几位我今日呢堂里面大敬拜我讲到，我翻到屋企见到啲咩人唔顺眼，我又发脾气，我又闹老婆又闹仔咁样，啊！你又要嗱呢样唔乜样唔呢样唔咁样，落到去离开咗呢度，我有一个好软弱嘅人，我明明谂住好谦卑去侍奉神，点知可能谦卑下卑，我哋又自大。好多时候我哋以为我哋自己系为神去侍奉，但系慢慢。心靈的狀態又發覺自己其實是為了自己，我們有自卑，我們有自義，我們以為自己屬靈，但很多時候屬世，我們的人生就是很多時候這些強者、弱者、強者、弱者這些的張力裡面，面對我們生命的軟弱，我們的神怎樣對我們呢？在這個時候我們的神他就好像一位心理輔導員一樣，他輔導這位近乎崩潰、再沒有意象、再沒有方向、失去信心的一位先知耶利亞。神怎樣幫他？首先你發覺神沒有拿他出來打他一拳耍他，用聖經打他，神沒有這樣做，神只不過派天使很溫柔地跟他說，你起身吧，吃东西吧，起身吧，吃东西吧，两次这样跟他说，你要走的路还很远，起身吧，你要走的路还很远，意思就是说神再给以利亚下一个目标，神给他下一个目标，顶住他人生的路途上面，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的完全刚强，一次的失败是不是就足以令自己崩潰下來，再沒有勇氣去行前面的路？要走的路還很遠，神這樣提醒你，神說你必須要堅持下去，你要勇敢地面對自己生命裡面的軟弱，依靠那個從上面的力量和恩典去走完你一條人生的路。神要你有學習是用信仰生命的歷程這個角度去看你自己，是信仰生命歷程一個的過程，一個階段的角度去看你的人生，而不是跟著你集中於某一次的成功、某一次的失敗。很多時候我們很喜歡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我某一次的成功裡面，講出就係嗰次我個事情點樣點樣，嗰次咧想當年咧，其實我哋就停留喺嗰一次嘅成功裏面。另一個極端就係我哋停留喺嗰一次嘅失敗裏面，可能一次。
次嘅失恋，我哋再冇勇气去踏入恋爱。可能再一次工作上面嘅失败，我哋就退缩，唔敢去面对新嘅。可能因为家庭失败、人际关系嘅失败，以致我哋对人再冇信心。等住，如果我哋永远都纠缠喺自己某一次嘅成功、某一次嘅失败经历里边，我哋嘅人生就陷入咗一个死胡同里边，冇前景嘅，冇出路嘅。后来神叫以利亚离开旷野，走咗40日嘅路去到何烈山。何烈山其实就系西乃山，即系神颁布十诫嘅地方。从旷野去到何烈山，其实亦都系象征住从一个孤立无援之地去到神同在嘅地方。你谂下，以利亚继续喺旷野嘅真系少量一甜，比少量一甜。又失去了意象，又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他就可以在那里等死。神就偏偏要将他带离旷野，去到何烈山，去到神同在的地方。神要将他再一次的召唤回出来，神让他经历神的同在，而且重新寻回他的生命的意义和方向。当然，如果以利亚要重拾他神给他的生命和方向，之先他必须要解开他心里面的结，他心里面的捆锁，否则他仍然活在他自己生命那些的阴暗里面，他仍然可以继续自我捆绑。但之后我们发觉以利亚去到何烈山之后，他躲在山洞里面，他想自己困住，于是神发出了一个问题。耶啊，你应该做紧嘢，你应该做紧嘢。你而家做紧乜嘢？你而家系乜嘢光景？于是神就同耶啊讲嘢出嚟，我要向你显现。不过你奇怪嘅系，你发觉当神向耶啊显现嘅时候咧，佢嘅显现方式好特别。如果你系耶啊，当你话神向你显现时候，可能你啱，你会有一个期望。当我出去的时候，哇，烈风大作，哇，好劲啊！啊，突然间烈风大作，但佢发觉咗神唔喺烈风里面，于是咧就跟住去登山睡石，神又唔喺个里边，于是就地震，圣经话耶和华都唔喺嗰度向佢哋显现，跟住就有火，神都唔系喺嗰度向佢哋显现，无论系风、登山睡石。地震同埋火，神都唔喺嗰啲嘅所謂嘅大神跡裏邊向以利亞顯現，卻係聽到微小嘅聲音。雖然神要喺呢度好明顯嘅，神要以利亞明白，神嘅出現唔係按照以利亞嗰種嘅期望方式嚟到出現。以利亚以为神一定在这些神迹里面出现，但神偏偏不在这个分工出现。神却以微小的声音跟以利亚倾偈。为什么神会这样做？因为在这里神要纠正以利亚一个问题。其实你想想，以利亚失望就是因为他将自己的期望等同于神的期望，是吧？他将自己的期望就等同于神的期望，当神不是按他的期望去做这些时候，他自然会失败。很多时候他听到这些弟兄姊妹或者一些技术的朋友这样说，如果他在这件事情上面看到神行实迹呢？如果他在这件事情上面见到神呢？见到神的显现，等等，我就相信了，我就怎样怎样做了。这句说话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有冇问题？你发觉系你定咗神用乜嘢形式出现啊？系咪？系你定咗神用乜嘢形式出现？但你发觉圣经嘅教导从来都系神自己主动向我哋显现嘅，唔系我哋要点样就话俾神听，神你要点样？如果系咁嘅时候，其实你可以做神啊，因为系你决定咗神点样向我哋显现。好明顯，如果神用咁嘅方式
神是假的，因為都不是用那種形式出現。在這裡神最後去幫你兩個方式，就是給他們一個使命，就是讓他們說到他們要留誰留誰等等。在這裡證明一件事，神沒有放棄過以利亞，神沒有放棄過以利亞，神要以利亞繼續在他所有。神既然都沒有放棄以利亞，為什麼以利亞要自暴自棄呢？為什麼以利亞要將自己的目光放在自己的失敗、自己的軟弱上面呢？這裡神要以利亞將他的焦點放在神給他的使命上，作為一個神的仆人，去再次接受神的呼召、神的召喚。後來神都特別安排了以利沙做他的繼承人，成為他在侍奉上一個的夥伴。弟兄姊妹，我們因為對神有一種特別的期望，而這種期望因為神沒有兌現，我們對神失望，於是我們就說敗了、算了、夠了，我不玩了，我不做了，我不信了。弟兄姊妹，我們有沒有因為察覺到自己的軟弱，看到自己的失敗，對自己失望，於是我們就說算了、罢了、夠了、我不做了、我不玩了。等於在我們人生的過程裡面，在我們事業過程裡面，我們會不會有時因為我們某些成功，我們起了我們的巔峰裡面，我們會過分看重自己，而疏忽了我們的神，甚至我們旁邊的弟兄姊妹？又或者當我們在我們生命的低谷裡面，我們不能夠原諒自己，甚至我們自暴自棄呢？這個時候你有沒有聽到神微小的聲音問你，你已經叫苦了，起來吧，你要走到上面，不要停留在這些一次的失敗或者一次的成功，不要再看著你眼前的問題，將你的眼光放遠一點，你要走的路上面。神再次的托付，再次的依賴我們，在這裡為我們承認而且接納自己一個不完全的人，而且我們經常的在人生的得和失、強和弱這些張力裡面掙扎，我們才能夠真真正正走完這條人生路。你知道你沒可能永遠都這麼強，你都永遠都不會是在低谷裡面。人家既然神都設立這個千瘡百孔的我，神都會這樣使用我的時候，為什麼你放棄自己？求神幫助我們，要我們在信仰、在人生這條充滿波折、充滿障礙的人生裡面，不要只是望到我們失敗，不要只是望到我們不濟，亦都不要只是望到我們成功，而我們經常都能夠聽到神微小的聲音，聽主聲音全人成長。神微小的聲音使你重新得力，神微小的聲音使你能夠重新一次面對你前面要行的路。你的心靈聽不聽到神微小的聲音？有一隻祈禱，在這個世界裡面，我們聽到很多很多很多的聲音，這些聲音包括很多人影響我們生命裡面，他們的影響你生命裡面很多的黑暗，請求你讓我們有一個的醒覺，因為在我們生命裡面會呈現我們光明的一面，因為生命裡面有你的明燈在照著，而我們每一天都能夠
將你嘅以我嘅頻率教我哋，讓我哋聽到細個聲音之餘，都聽到你嘅聲音，因為你嘅聲音會矯正我哋，你嘅聲音會讓我哋睇到我哋嘅光景，以致我哋能夠得到你嘅鼓勵，得到你我哋嘅能力，你繼續走。我哋呢一條嘅生命裏面，充滿起起跌跌，充滿軟弱，但係勇剛強，充滿掙扎，但係都喺呢裏面有寧靜，叫做人生嘅情。主要幫助我哋，幫助我哋嘅心裏面真係渴望聽到你嘅聲音。多謝你聽我哋禱告，奉耶穌嘅名字，阿門。